Yeah, though, actually, yeah. 你拔香蕉会是从下面拔的，对。 Anyway, 今天要做什么呢? 你们看影片标题知道，就是我今天来 react NiziU 的那个 NiziU MV， 他们前几天就 upload 了，可是我就没有时间去看他们那个 MV， so 今天有空 ，so 就来看他们那个 MV， let's go。 哎，这个是，这可以讲一个很 cute 的歌啦，就是。 整个气氛很轻松，这样。哎，他们那个女主应该是中国的卡斯麦的，我觉得真的是卡斯麦的。 Okay, 应该可以 expect 得到他们的 rap 的待遇。他们刚刚拿那牌子的颜色是他们的 official color。 你住啊？这是干的。 感觉有一个 Christmas 或者是那个 Thanksgiving 的感觉。
这感觉就是很温馨，这种很温馨的感觉，有点像，有点一种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的感觉。哎 ，Thanksgiving 啊 ，OK， 在马来西亚不是很多人庆祝啊 ，But then US 他们很注重这个 Thanksgiving 的 ，So Thanksgiving 是怎样来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英国那个监牢是就装不下人了。所、so, 以他们看到美国这个地，就是他们不知道就是那边有人住，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监牢犯的那些犯人啊，就把他们放在美国那边自生自灭这样哦。然后他们连那些在那边的人呢，就遇到这些 Red Indians， 连 Red Indians 就一直就有帮他们 survive 了，然后。不要像 US 这么大，所、so, 以这个就要感谢那些 Red Indians， 帮他们 survive 哦。Yeah， and then 也有一种 Christmas 感觉，就是每个人都 in Western 啊 ，West 西方那边啊，每一个人就是会。就是会找家人，连有交换礼物这样啦。像我们马来西亚是有，可是没有很多啊。然后他们有一幕就是他们举着他们那个牌，一个牌子，然后你能看那些颜色啦，就是他们的 official colors 来的。Yeah。So, 里面就到这一次，来谢谢收看，记得 like、subscribe， 还有谢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I can't wait for 他们那个 full album。There is soprano, there is alto, there is tenor, there's also a bass.